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小哥。今天他们吃米饭，我吃面条。昨天这个是昨天吃剩的那个土豆丝，我给拌了点。这是青椒炒鸡蛋，我再给拌点青椒炒鸡蛋进去。这是一个黄瓜，拌黄瓜，拌一下再吃，还挺好吃。其实土豆丝拌面还是很好吃的，一直想做一个，但一直没做。这不是正好昨天有剩土豆丝吗？尝尝，下回做一个土豆丝拌面。吃一个九九鸭，昨天去市场买的。这个吃了麻就是辣，反正味道还可以。这个是鸭翅。觉得多好吃的东西，还不如一碗面条好吃。不过这凉拌黄瓜也是很好吃的。昨天晚上炒土豆丝，这里面这个小米辣，到现在还辣得很。
哎呀，吃完了。喝点凉白开。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，我是彭小哥，有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一下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